你的命就是最重要，要是救别人会伤了你，就让他去死好。那我也很自私，觉得今朝的命是最重要的。竟然亡命至此，连封印都险些被破开。我得醒悟了，不然我要哭给谁看？小月的心愿是什么？我想和今朝一直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今朝的愿望也不用满满。今朝，不知月姑娘心中是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？我从来没说其实我妹，行，你是把我当成哥哥还是别的什么？就是今朝啊。算了，不是哥哥就好。要不你就当我是你的护生吧，保护你，听你的话，我愿意啊。你到底把我当成你的什么？把一切都交给我吧。月今朝已经死了，今朝已经死了。再说一遍，我不想说了。我想让今朝回来。以汝之存在，方可交换汝所祈求之生命。我所有的经历，今天这碗面不是和他在一起，就当火锅生辰了。要是哪天我不在了，你这样花里冒。你又不会不在。如今心意已决，他真的会忘记我吗？明心有刻骨。金钟。